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了什么是筋膜，筋膜有什么的重要呢？这一集我们要加强的为观众朋友来说明我们怎样透过运动啊，然后透过一些产品的保养，让我们的筋膜更健康哦。一样我们来介绍今天的贵宾。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中华医师科技大学调理保健技术系的副主任傅士豪副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副主任。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宏威科技集团的副总经理常安进惠副总。主持人好，荧幕前的观众朋友您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请副主任跟我们大家讲一下筋膜的重要性，我们帮大家来复习一下好不好。在我们全身的这样一片筋膜网络当中呢，它除了限制我们更大的动作之外，但筋膜也在促进我们的动作，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好好 来保养我们的筋膜。那常见的这些筋膜的滑动的障碍呢，我们会把它称为好像类似像粘连，所以呢，当我们觉得身体有点点卡卡的时候，其实就要多动了。那么每一天其实大家都在做筋膜运动，那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伸懒腰。所以伸懒腰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筋膜运动，没事多伸懒腰。是。那如果我们要回到学术当中来谈筋膜运动，它其实有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叫做呼吸，第二个要件叫伸展，第三个要件叫做觉察，动中觉察。所以我们会先从呼吸来做筋膜运动的第一个步骤。哇，所以现在以后在办公室要这样。以前觉得在办公室这样子好像老板会认为说，哎，你为什么伸懒腰，是不是在偷懒？就不是哦，没有没有，是我们是要把工作效率的，对，这样才会增加工作效率哦。所以现在我们的老板呢就允许我们大家一起来伸懒腰咯。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副主任啊。就是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会听到说，哎，我们的筋膜有问题，什么五十肩啊，像我们的摄影记者就常常会有五十肩的问题，这不是职业伤害哦。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常听到脚底筋膜炎，那到底还有哪些就是我们常会遇到的筋膜方面的问题？我们人的这个筋膜的刚性呢是基因决定的，所以有人出生筋就很紧，有些人筋就很软。是。那筋很紧的人，他的好处呢是他可以撑一整天的姿势不动都没有什么问题，那筋很紧绑得紧绷。那像这样的人，他就不见得比较容易会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可是他就比较容易会五十肩，因为太紧。所以整个关节囊就变得非常的紧绷，然后看到他的手呢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展开来，就整个掌面筋膜也很紧，然后又引发的像是板机指。那有人就下肢很紧，因为他撑一个姿势很久，但久了之后呢就变大腿后侧很紧，脚底筋膜很紧。那也听到有称为足底筋膜炎哈，但足底筋膜炎是整条筋膜线都很紧绷，只是倒霉在足底筋膜。那有些人是在下背的地方很倒霉，这个地方先有讯号，有些人是脖子的地方，那有人是脚的地方先发难，所以那个地方就开始紧起来。那五十肩呢是整个关节囊里头的整个粘连所产生的状况，但在医学上面呢，肩膀有问题的五十肩占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少，很多人是类似五十肩其实就是整个在筋膜的滑动当中已经出现障碍了，手举不高，动作卡顿，但还没有严重到五十肩。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处理，不要让它真的发展变成五十肩了，那你的整个治疗的时间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久。那另外一种是筋本来就很软的人，那筋本来就很软的人呢，他的身体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很长时间的状态，他就比别人更高的机会会有椎间盘突出啊，因为他筋特别的软，好，所以他做一些瑜伽动作呢，哇，特别有自信，随便弯随便游。对。但是呢，他就比别人会容易会有椎间盘突出，他身体会有一些橘皮组织啊。是。所以每个人体都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哈，只是呢每个人的天赋不同，筋很紧就有筋很紧应该要有的课题啊，筋很软就有筋很软要有的课题。对。那我一个学生非常的特别啊，他有落枕的问题哦。然后呢，这个同学们大家就开始接力啊，帮他瞧，有些人整脊啦，然后有些人刮痧，有些人做肩颈的放松。
活动度大幅的增加了，可是他到特定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呢，还是觉得脖子过不太去，接着我们就开始找，我们就很像柯南一样哈，那全身去找，最后找到的地方在肚脐旁边啊，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张力点，轻摸他就觉得很痛，另外一边摸起来不会痛，他自己也很讶异，为什么自己身体会这样，对啊，然后他就这样搓搓搓搓搓，我说你自己当自己按摩师嘛哈，就这样搓搓搓搓完之后，他头转过去就不痛了，好神奇哦，为什么？落枕是跟肚脐旁边有关系，对，因为这条线在一起叫浅前线哦，对，叫浅前线，所以那个筋膜线是有联动的，嗯，所以这就是临床工作对我们也是个挑战啊。就客户告诉我们的这个症状呢，我们等于要抽丝剥茧，他可能病灶在别处，对对，哇，那真的很神奇耶，所以这个筋膜真的是我们全身上下，然后它其实都有相关联，对啊，哇，那所以现在就是可能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是可能的，这个时代来临了哦，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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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 很多人都说这个足底筋膜也很难治好，对不对，所以它其实可能不是只有足底的问题，对不对，对 对, 对、没错，所以它可能要治到其他的地方去。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就碰到很多足底筋膜炎的个案，然后复健治疗当然会在足底的地方，因为急性疼痛你当然急性处理，可是有些已经到了两个月三个月了，他还在足底筋膜疼痛，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是我们的治疗错了呢，还是我们的目光没有移动到别处，嗯，那我就看到这些治疗两三个月以上的这个复健的病友们小腿都好紧，哦，小腿大腿也很紧，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哎，你要不要用滚筒啊，你滚一下小腿嘛，好，或大腿做一些放松，哎，有差哎，他本来立支前弯很紧绷，小腿滚一滚，大腿滚一滚，他立支前弯的活动度增加了，足底筋膜就不痛了。哦，所以这个呢就是连来连去的。好，谢谢主任哦。好，那长安副总，我们是不是也在跟我们观众朋友啊，就是说轻松在家，我们有一些产品就可以帮助我们保养我们的筋膜，对不对？就跟我们观众朋友做个介绍。主持人刚刚的题目之前呢，我想说还是要先跟大家呢先介绍一下我们立即量子纱的八大特色，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想要改善。客人的这个不舒服的状况呢，我们要到底用什么样的产品，那我们的厂商呢非常非常棒，他帮我们找了这一系列的特色作为我们量子纱系列，首先呢因为我们的纱线很特别，所以他斥资买了一台，每一台大概都要1500万的意大利的圆形的纺织机，那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穿着舒适，而且具有医疗型医疗效果这样的一个纱线的功能，然后呢又在我们的产品上面呢做了这个穴位的设计，所以这个穴位我们获得了我们的专利，因为它有一个加压按摩，在穿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帮我们做到一个舒缓跟按摩的作用，那也因为具有这个穴位还有纱线的特性，所以我们有专利，我们还有发明的这些证照，都是我们量子纱的保健纺织品。那还有个特别的是，我们说生物讯息也有远红外线，我们的远红外线放射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那就有人问到啦，那穿起来会不会很热？不会，它的设计呢，除了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的恒温之外，它的十字缎面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把我们的汗水呢排送出去。所以不只是主持人的这个内搭，还有我们上一集穿的，对不起，我上一集穿的内搭，还有今天这个就是可以直接外穿。我们有1.0、2.0、3.0的系列，其实每一个系列它都干爽透气又不闷热。对，那最特别的是。这个产品它 made in Taiwan，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在疫情的时候受到这个无法出货啦，或者是国外的状况等等的。那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有量子纱系列的纱线呢，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7项的产品从头到脚。所以刚刚副主任所提到的，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的疼痛可能都是从别处引起的，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呢，在每天24小时除了洗澡以外的时间，能够用我们的量子纱系列的产品呢来呵护我们的身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呢？我们要再回复到我们量子纱的五大功能。我们有特别提到哦，因为纱线很特别，所以它的这个疏通经络、活络全身的作用呢，可以帮助我们的筋膜获得。在不舒服的时候呢能够获得改善，是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的循环，让我们的这个疲劳呢消除了之后，其实就能够在我们的浅层筋膜当中呢做到一个修复的作用。那产品的纱线呢，它还有很一个特色是，这个是我们在那时候销售的时候突然发现的，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再跟大家一起提一提。好，其实你穿裤子或用产品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因为自己脚比较没有力，可能跌倒了。那跌倒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看旁边有没有人偷看我们，不是啦不是啦当您跌倒的时候，你会爬起来看看那个受伤的地方，对，有没有痛，是，然后就觉得就像这个顾客，这个他是一个男生，他跌倒的时候其实他一起来先看啊，我买的这个新的袖套有没有破掉，就发现哎没有破掉，应该还好，可是手很疼，当他把袖套脱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哇，对，他的手里面都磨破了，对，他都磨破皮了，他就问了，那为什么我的手破了，袖套没有破呢？对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十字断面的这样的一个纺织，它最大的一个特色。这袖套也太厉害了，对对对，那不只是袖套，裤子更明显嘛，因为裤子通常一跌倒下去，一定是膝盖落地，那个重力加速度一定会让这个膝盖的部分呢受伤，因为它的角度是一个转角。那这个顾客他也是他。他去买一个东西，下个阶梯他就跌倒了，就跌倒，对，那应该我觉得跌倒一定会去看旁边有没有人，可是他就想说真的膝盖很疼，所以就去了洗手间呢，脱下裤子之后发现啊又是破皮，是，可是裤子并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一般裤子就破了，哎，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它当中的这个生态纱，还有耐纳褶纱，它最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是我们产品的特色。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有几个这个产品，不只是帮助了我们的筋膜，它还帮助了我们的皮肤的改善。像这位领导者，他年龄大概跟我差不多，他在6岁的时候呢开了一个小刀，所以他的肚脐旁边有一条E。然后在2年前呢，他又一个急性的状况呢，他又开了一个刀，然后在肚脐的左边呢更长的一个E，所以他现在人生是有11。他每次在洗澡的时候就会看着自己的伤口，有一天他也是这样子看着自己的伤口的时候，发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善，那就是我们纱线当中的远红外线，它有促进血液循环，然后改善这个伤口这个愈合，然后再来生态纱，它能够平复我们的皮肤组织，所以就会产生出很多很多很好的这个回馈。除了皮肤上变好之外呢，深层的进入到我们的浅层筋膜，也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变好的。哇，谢谢长安副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教观众朋友在家呢要怎么样透过做运动，让我们能够保养我们的筋膜。因为呢，那个曹馆长不可能每天都到你家帮你做这个按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做。好，那我们自己做怎么做呢？我们就要来请副主任来教我们怎么做喽。好，我们说筋膜运动呢有3个要素，第一个是呼吸，第二个是拉伸，第三个是觉察。我们先从呼吸先开始。好。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个轻松的姿势，是，那你可以用鼻子吸气，或者是嘴巴吐气，鼻子吐气也都可以啊，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比较方便？我们常说呼吸呼吸，呼比吸重要，所以我们让自己吸2秒，好，嘴巴吐4秒，这样子呢，你一个呼吸的循环，好，大家继续练习哦，吸2秒，吐4秒。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感觉一下自己有没有在呼吸时耸肩了啊，或者是头呢要开始转啊，其实都不需要这些太大的动作，好，所以这个吸2秒呢，你可以想象吸进一大片。一大片是很用力的吸吗？吸很深。哦，吸很深。所以不是很用力出力哦，啊，是很深啊。你仿佛是吸到你的盆腔的感觉，好，这个叫做横膈膜呼吸法。那吐出一条线，慢慢的吐气。这时候你一个呼吸的循环会来到6秒，1分钟差不多呼吸次数会来到10次，此时你的血压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好，然后你的情绪也慢慢缓和，所以呼吸会导出另外一个状态，叫心息相依。所以呢，你在数数的时候，你就在进入到冥想的状态，啊，所以你的血液循环、你的呼吸、你的筋膜的刚性就在慢慢变低。那观众朋友，有些本来就有在做打坐练习的，吐气可以吐很深哦，啊，有人可以吐到6秒、吐到8秒，那个都是非常好的练习。所以我们会先强调吐气，好好的吐气，轻轻的吸气。当我们气吐完之后，会有一个呼吸冲动，你会忍不住想要耸肩，但忍住，轻轻的吸气，再慢慢的吐气。好，所以呼吸就是一个很好的筋膜运动。
然后再来呢，有些人久坐之后前面很紧绷，横膈会没有力气，所以你可以用进阶的刺激自己，你用大拇指在我们的剑突的下方，你会摸到一个凹陷的地方，然后在剑突下方，我们用大拇指呢就轻轻的放在这个剑突下方软软的地方，不要压到软骨。好，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想象有一个力量轻轻的推着你的大拇指，所以你会避免在吸气的时候肋骨外翻起来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肋骨撑起来这个动作，你只要感觉到里头有一个力量轻轻的顶着你的大拇指，然后吐气时轻轻的顶着大拇指吐气，所以它不是很快的就消下来，是慢慢的下来。好，所以这个是进阶的练习方法，就吸气时顶着大拇指，吐气时也轻轻的顶着大拇指吐气下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颈的张力也慢慢下来。好，接着就进入到第二个环节，叫做拉伸。拉伸对于一个久坐族来说呢，胸腰筋膜会非常的紧绷，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的下肢的不同的位置来改变我们的胸腰筋膜，而第一层连结就是臀大肌。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臀大肌的摆位来拉到我们的胸腰筋膜。这个动作怎么做？很简单，就是二郎腿。好，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你也方便的话，你就拿一把椅子啊，所以让自己轻松的坐着，放一个大二郎腿，一手轻轻放在膝关节上面，一手轻轻的放在脚踝上面。好，我们刚刚提到鼻子吸气，好，吐气时身体慢慢的向前靠近，感觉你的背后哦，当然你的髋会有点紧绷，但是你感觉你的背后的筋膜正在被延展开来，然后尽可能肩颈放松到紧绷之处呢，再轻轻的吸气，慢慢的吐气，三二一，两手再轻轻的把自己推回来，所以你不是拱着腰回来，手帮忙一下，我们再换脚，好，越轻柔越好。第三个要件叫做在拉伸的过程当中觉察，所以你感觉自己的肌肉正在被延展。好，一样我们再把手放在膝关节，一手放在脚踝。好，我们吸气，好，吐气时身体慢慢的向前靠近，去觉察背后的胸腰筋膜正在慢慢被打开来，末端停留一下，不要急着回来。好，再轻轻的吸气，慢慢的吐气，好，再慢慢的把身体推回来，好，再把脚放下来，接着呢，把你的左脚打直，椅子往前坐，坐一半 ，OK， 好，好，椅子坐一半，那么呢，你先让你的下肢呢，在膝关节伸直的状态之下，两手叠在一起，好，一样轻轻的吸气，好，吐气时往前延伸。好，对于筋膜的保养，重要的是拉伸的这件事情，而不是你的筋比别人拉得更长，不是。好，自己有自己的功课，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延伸的这件事情更重要。好，末端停留一下，轻轻的吸气，再进行一次慢慢的吐气，再更往前延伸，感觉你的身体愿意被打开来。好，再慢慢把身体推回来。好，我们再换另外一只脚。好，两手叠在一起。好，轻轻的吸气。好，吐气时慢慢的向前延伸。好，紧绷处不勉强，停留一下。好，再轻轻的吸气。好，再慢慢的吐气。好，再停留一下。好，再慢慢的把身体推回来。好，侧边跟后面的照顾了。接着呢，我们把脚变小二郎腿，刚刚是大二郎腿。OK， 你翘哪一只脚，身体就转哪一边。所以呢，当你翘了小二郎腿之后，先让你的腰挺直，
手扶着椅子，慢慢转过去，用你的手肘轻轻的卡住膝关节。这个时候大部分都觉得有点点紧绷了，但不要勉强啊，我们不要因为拉筋拉伤了。所以在紧绷之处慢慢吸气，好，吐气时两手再帮忙一下，再轻轻的向后方旋转。这个紧绷感你应该是觉得舒适的紧绷感，而不是勉强的紧绷感。注意，我们不是在做拉筋大赛，我们是透过拉伸帮我们的筋膜变得更有弹性。好，吐气时再慢慢的回正。好，脚放下来，换另外一只脚，小二郎腿。好，一样腰挺直之后，手肘轻轻的卡着，手扶着椅子之后帮忙一下。对，有点紧绷之后呢，我们在这里先吸气。好，吐气时再慢慢的向后方旋转。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呢正在扫描身体还有哪些正在发出讯号，是腰呢、侧肋呢，还是脖子？好，慢慢吐完气之后再把身体推回来。好，接着下一个动作呢，因为久坐会让我们髋关节前面很紧绷，所以这个动作呢会有一点点辛苦，椅子坐一半，然后呢你先把重量放在右半边的屁股，手扶着椅子，左脚让它自然的下垂，好，自然下垂。那因为你右边屁股还坐着嘛，好，那你找的椅子不要有滚轮哦，啊，这时候会很危险。我们先把髋的前侧感觉有点紧绷，好，透过重力把它拉下来。好，这条髂肌往上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腹部，所以我们把左手往上延伸。对，往上延伸。好，左手往上延伸之后，手就不要动了，仿佛好像抓着公车的吊环一样。但我们的意念呢，觉察的地方在侧肋，所以我们吸气。好，吸气可以灌到侧边的腹部。好，吐气时骨盆可以轻微的移动一下，但是这个上面的握把不动哦。好，是我们骨盆往旁边推一下下，回正，再做一次哦。好，我们先吸气。好，吐气时骨盆往旁边再推一下，仿佛要透过空气呢，把腰的侧边把它给打开来。好，手慢慢放下来，腿再回正，再换另外一侧。好，这个时候换左边屁股坐一半。好，左手扶着，当右脚自然的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右手再往上延伸，抓住公车的吊环。OK， 好，吸气吸到侧腹，动中觉察。这时候你会觉得，哎，可能好像后面灌不到气，有人是侧边灌不到气，有人是偏前面灌不到气，所以你想的呢，就是帮自己打气啊。把气灌到紧绷的那个地方。好，再慢慢回来。好，再做一次哦，吸。好，吐气，再灌到你紧绷的位置。好，这就是进阶的，在自己在帮自己做伸懒腰。好，再回来。再来呢，久坐之后呢，肩胛骨后侧我们说的高肓的地方会很紧绷。好，所以我们最后来做一个动作，两脚微微打开，关公坐姿，两手交叉摸的膝关节。好，接着我们从鼻子轻轻的吸气，吐气时手摸着小腿，一路往下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好，注意，好，到紧绷之处。刚刚我们灌气呢，是灌到侧腰。这个时候我们灌气呢，请你灌到你高肓的地方，也就是肩胛骨内侧的位置，轻轻的灌气。吐气时你发现你又可以再做更多的延伸。好，再轻轻的吸气。好，吐气时整个身体放软，什么都不要想。好，再慢慢的回来。
这就是设计给久坐的人很好的一个筋膜伸展的活动。建议荧幕前的老板们，你自己先做，不然你的员工不敢做。好，做一些拉伸的活动，有助于工作效率哈。你会觉得全身的身体呢就轻轻的，而这个轻轻的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所以如果你伸展完反而有负担，那可能拉过头了。好，所以你的时间要控制。那拉过头，最前面那一端呼吸大概没有掌握好，所以先从呼吸，再进入到伸展，最后做动中觉察。好，以上几个动作推荐给大家。刚才跟着副主任做了以后呢，现在觉得其实蛮放松的，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呼吸吐气还有说要把气灌到哪个点，这个要透过练习。对，好，那观众朋友呢，如果你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反正在家里 YouTube 嘛，就把它回转然后一直看一直看就可以了。好好，那长安副总，我们最后是不是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在做这种运动的时候啊，我们会穿一些那种产品，但是它让我们其实我觉得有穿跟穿一般的那个有差耶，至少它就是很透气，然后穿起来感觉是蛮舒服的，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做个介绍？是，我自己呢，刚刚跟着副主任一起做，我都觉得我今天好庆幸我有穿量子纱啊、哦！我里面呢、就是穿了我们的机能型内衣，因为刚刚的纤维的特色呢，在今天还有上一集都有跟大家说明过了。然后我的这个裤子呢，跟我们的模特儿还有主持人穿的都是一样的，对，是3.0的织造裤，它是非常非常的凉爽的，而且它在它的侧边呢，这个 Lizzy 还会反光哦，所以有时候不管是你在家里做运动或者是你去公园走路的时候呢，透过这个灯光它都有一些效果，还有我们的这个机能型内衣的这个地方呢、这个 logo 也是会反光的，所以我们其实是穿了一件非常健康的机能型内衣，是又时尚又健康又棒。那还有一个我真的个人都觉得很棒的是，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啊会做一些瑜伽嘛，这是我们的养生袜，在上面呢它每一只脚它都有5个穴位点，那这个穴位点呢它是有点类似细胶这样的一个按摩的效果，所以当你在配合着副主任做这些运动的时候，穿上量子纱的系列产品，其实它的这个保护作用呢可以让我们的筋膜发挥的更好的效果，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爱用我们的量子纱哦。嗯，哇，我觉得今天很大的收获就是跟着副主任一起做了这个运动，真的非常的实用，所以观众朋友呢，你自己、在家里一定要做做看，做了你就会发现说，哇，我这个全身的筋膜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哦。好，那再一次呢，谢谢我们的主任到节目当中，也谢谢副总，更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